I love you so. Hey, that's what you'll say. You'll tell me, baby, baby, please don't go away. Don't go away. But when I play, I never stay. So every girl that I meet, yeah, this is what I say. Run, run, run.高一文十二的郑一恒，我是来自初三十八的邱子宏。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叫 Abby， 然后我是20年毕业的毕业生。Hello， 大家好，我是明芳，然后我也是20年毕业的毕业生。我是来自初一四的班主任韩永兴老师。应该是冰条跟我们的炒饭，炒饭就是今天的食物应该会卖比较多啊。因为可能就比较好吃，就它的那个品质也不错，然后它的卖相也很好看。其实我是觉得蛮顺利的，就是早上的一段时间会比较人比较少，可能就要等到下午这样才比较有事情做一点哦。我们筹备了差不多应该是两三个月这样有啊，因为不止两三个月啊，可能更久，因为老师从年头就开始一直叫我们去，可能一直去问 sponsor 啊，积极去问 sponsor 啊那些，然后就要求就有就问我们，就一直要让我们积极去找 sponsor 啊。可能有时候会有意见不合的情况出现啊，可是都是小问题啊，就纯粹可以这样快速的解决。我不是五人小组嘛，然后我做的东西可能也有限，但是我也是可以尽力，就是以可能以五人小组以外的身份去帮忙五人小组这样哦。就可能我觉得自己能力有限，做的东西可能没有这样多，但是我会尽我自己的能力去做啊，也学到怎样去团结去完成一件事情哦。感谢我最爱的孙慧敏老师啊，因为他就是可能就是他很希望我们很希望我们就是一起去配合，就是培养我们的团结的心，可是最后结果虽然有点不理想啊，但是今天我觉得这几天都是蛮顺利的啦，因为大家都工作到很开心，然后也很有那种成就感。我认为这次的主题的目的是为了增进我们学生的感情和延续以往从古至今温柔的唱听的这个主题。位于宽友楼的密室逃脱，我觉得很有趣。可能需要改善人流等或者摊位不足的问题。平日义卖有，有一次的平日义卖让我感到非常的难忘。我能和同学们一起义卖，期待下一届的校庆越来越好。我觉得还蛮多人的，然后就很热，就因为我是很久没有回来了，然后其实发现就是跟之前的没有什么差别，然后还是人情味满满的。对，然后我的话是我也是蛮久没有回来了的，然后看到回到来看到很多校友，也是很开心，大家都可以回来这样子。
我这是我毕业后第二次参加校庆，然后我觉得跟以往的，我觉得娱乐室方面会比较少一点点，对。是第一，不是要第一次毕业后，毕业后第一次。对我来讲的话，除了人比较多，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回忆。对，见朋友吧，见朋友，见到很多以前没有见到朋友。对，我的话，我是觉得就很累，然后忙了很多东西，然后就很累。我个人的话是比较喜欢手绘的那个摊位啦，因为他们真的是很有技术含量。对，我跟他喜欢的其实是一样啊，然后就其实可以看到他们，艺术的方面，他们的层次。可以改善一下可能那些食物的数量，因为我比较迟来到这里，然后就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嗯，我觉得看起来都很不错啦，大家都有进步到，所以希望宽柔继续加油。有我们今天其实有做这个校庆的义卖，然后我们是卖一些饮料啊，还有仙草。就是我第一天的时候，我看到有那个舞狮的活动，我觉得还是蛮热闹的，在那时候，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活动其实蛮不错的，可以让这个气氛让变得更加的热闹，让人们可以觉得更加的兴奋一些。我觉得这次的校庆都办得蛮不错的，包括班上的一些布置啊，或者是一些摊位的准备。那如果说要改善的话，我觉得大致上都很好，只是如果要改进的话，可以让更多有趣的摊位进来的。校庆活动最难忘的回忆，就是其实今年我们教师组有一起卖汉堡，那老师们都一起准备，然后一起把这个汉堡做出来，其实是让我们觉得蛮满足的。下一次的校庆啊，我觉得像今年一样热闹。好好享受你们每一年的校庆，希望大家会越做越好，越做越大，谢谢。